被动元件大厂国巨一月份的营收23.58亿元，月增26.2%，改写连续33个月单月营收的新高纪录。法人认为呢，国巨因为受惠于客户春节之前提前备货，大幅推升了一月份营收表现。法人是预期国巨今年一月份的营收表现可以持续成长。